现在呢，蓝蜻蜓，好，我们一样一样试吃，先从薯条开始。好，薯条。还要，薯条还是好吃吗？还好，干干的。干干的，因为比较偏向肯德基的薯条。肯德基。它比较偏向，我觉得。肯德基不是有波浪吗？哇，它红茶比较甜，它加蜂蜜。一个一个来，你怎么可以偷喝红茶？薯条，下一个。180。薯条还好啦。红茶。我觉得它偏向肯德基的居多，就还好。红茶，我觉得它加蜂蜜。有个蜂蜜味，有个蜜味，可是不是蜂蜜的蜜味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红茶还不错。红茶偏甜，可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喝甜，所以我们觉得好喝。还蛮好喝的。它茶味不重，甜味就是有甜味比较重。好，下一个洋葱圈，应该是现成的。洋葱圈跟薯饼应该都现成。它的洋葱圈，等一下，你不觉得洋葱圈里面是真的洋葱？没有，这现成的、啊，口味都一样。可是我觉得它洋葱圈这个就是果粉啊，炸的比较酥，比较酥，嗯，比较酥。嗯，你的碗好干净。真吃薯条，来，快。然后再薯饼，薯饼就是笑脸薯饼啊，这个应该都是，就是英国会有的笑脸薯饼、啊，这个都应该外国超市都有啊。对，都是便利啊，对啊，吃起来都一样，就是现成的来炸。嗯，我觉得好吃哎、欸，这跟现成一样啊？没有。它里面的薯泥比较多，然后比较绵。对啊，它里面不是现成都这样吗？微笑薯饼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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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些炸的对不对？会炸的中间这一层就是扁扁的，就是这样扁扁的。可是它很厉害的地方是，它的薯泥呀、啊、厚厚的，然后呢很松软。还不错啊，这还不错。薯泥我觉得还不错。对。然后。块，鸡块，它很轻，所以这是鸡块啊，啊，这是鸡腿啊，还有鸡腿，它其实套餐没有腿，可是你可以用它超值套餐是这样哦，一个堡，一个饮料，一个鸡翅，好，薯条，鸡块，鸡翅在哪？它的鸡块是中式鸡块，可是鸡翅我把它换鸡腿，哦，只要加5块就好，然后你饮料加大杯，也是加5块。那个超值套餐才130，我叫的这些就是汉堡，一个超值全餐，再加薯饼，加洋葱圈，再加一红茶，190。我觉得它鸡块好吃，它有顶呱呱的味道，看它鸡块好吃，很鸡块有一点对，很像顶呱呱，很像顶呱呱，可是它比顶呱呱好吃，没顶呱呱那么咸，比顶呱呱香，没有。我觉得没有现场讲的，就是像早餐店，我觉得早餐店要弄厉害，生意应该很好。而且他10点半开到11点。因为他的东西跟早餐店不一样啊，早餐店不一样。早餐店不是三明治跟蛋饼。汉堡可能啊，他是说汉堡啊。坦白说，那个汉堡看起来很不吸引人。嗯。那鸡块不错。鸡块好吃。嗯。鸡块。鸡块好吃，鸡腿不用讲，那太好吃，鸡腿好吃。那叫全餐，你要把它换成。那你觉得它跟胖老爹谁比较好吃？不一样。这样讲好了，它跟顶呱呱是一样的东西，你拿来跟顶呱呱比会比较好，因为都是中式的。可是它肯德基，你拿肯德基跟胖老爹比也可以，因为他们算是同一种面皮，可是它的面皮是跟可能跟顶呱呱一样，它才好吃啊。我觉得它的鸡腿比顶呱呱好吃，因为它的皮是脆到就是很像饼干的脆。可是我觉得它跟胖老爹比应该也还不错。
可是两个是不同的东西。因为胖老爹是那种就是颜色比较浅，然后果粉那种，就是对对对，肯德基那种中式，它是中式的，它是中式，它是西式炸鸡，可是蓝蜻蜓是中式的炸鸡，蓝蜻蜓是中式的，跟顶呱呱的类型比较像。哎，你知道它的皮呀、啊、超脆的，就是你看这样子，就是超脆，然后肉可以超嫩的，我觉得它的鸡腿是目前第一名。对，他还是只能吃薯条，然后他的头一直过来。你不要让他吃骨头。对了，狗是不能吃骨头的，其实。然后再来这个面包，他面包就是以前，真的是以前很早期，我记得那种七十杂店刚出来的时候的那一汉堡的面包，这个有点早期的。对啊，属于软型的。因为我叫猪肉面包，我不能吃鸟。哎、欸，你在镜头前面呢、欸。喂。你看这样，猪肉它就这样一块，小小一块，然后番茄、青草、沙拉酱、小黄瓜跟生菜这样。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。可是我觉得它的面包很好吃哎、欸，它面包是很特别的。它的面包单吃怎么会甜甜的啊？啊，我没吃过这种面包哎、欸。都很早期了，很早期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其实不错。我觉得面包甜甜的，很好吃哎。它的汉堡其实好吃，我喜欢，甜甜的，南部人口味。嗯，它汉堡好吃。它的面包啊，甜甜的，酱很甜甜。只有面包就是会有甜甜的味道，然后它的那个美乃滋也是甜甜的。但是他没有那个谁甜，没有高雄蛋蛋汉堡，蛋蛋超甜，蛋蛋根本就是假糖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吃，好吃，我觉得这个比早餐店好吃，比台北早餐店好吃啊。我觉得这比早餐店赢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你那个觉得好不好？我觉得它还不错。对啊，最后一样，雪泥，雪泥就是冰沙啊。这好真的好喝。嗯。不会了，我觉得台东这个蛮好吃的。可是雪泥就是冰沙十二冰，只是以前叫雪泥。刚引进台湾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大家叫雪泥，已经很久没听到的人叫雪泥。它是百香口味的。下面不是叫新冰的？十二冰。哦，十二冰。新冰的是十八，星巴克。它就是很古早的口味。他这样讲好了，他是很古早的素食店，台湾素食，台湾人对素食店的印象就在这。我觉得很好喝啊，因为它没有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你知道像我们去法国喝那个彩色的冰沙有没有？就去法国喝过那种绿色是哈密瓜，然后粉红色是什么？就是每个颜色就是一种口味，可是它那个颜色就是用色素下去调的，它是完完全全。没有那个味道，它就是色素，然后它就只是好玩。可是这个啊，没有啊，它有水果味。有吗？有啊、哦，有哈密瓜有，我记得那个哈味超重的。可是这个啊，没有什么色素味，可是它就是有点甜，它真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太甜。这好喝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好吃。我觉得蓝蜻蜓就是早期，很早期那个蛋香鸡城的那个。小骑士温蒂汉堡那时候很早期的素食店印象，他都把它融合进来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们改天再去吃一次农特利，我觉得农特利也好吃。农特利在台北有一间，你知道吗？只在那一间呢。好，你就定的，来吃薯条。不要薯条了。他说：“你明明有鸡腿，为什么用薯条糊弄我？”看到我的鸡腿。他不吃薯条，他现在一直在看着鸡腿。狗也是识货的。这间民宿真的不错，你看，比我房间还好。他比你房间大一倍。真的，我房间那么大，我都不用出去。而且他可以在房间里面放沙发。超棒。房间如果有个沙发，有个这个电视，我们都不会想出门啊。对啊。我们就每天在这边。还有厕所都能套房。而且这里好适合开箱。每天就开箱了，看电视。这民宿不错，每日一千六，假日两千二，很便宜，超便宜。深黑屋民宿，台东的。
大家可以尝尝看。好吃。因为我对台东印象不错，只是在花莲一直下雨，好烦。台东竟然没下雨。而且我觉得花莲、台东都还蛮多原住民的，然后他们卖东西的时候都会异常的热情，就是会多说几句。对。就台北可能就是卖东西就卖东西。今天一整天也都在吃东西。嗯，没办法，因为一直下雨。我没干嘛，就这样。吃东西，吃东西，吃东西。可是我觉得我们下午那个荡秋千真的很漂亮。好啦，差不多了，我们接下来把这边清完，再休息啊。我要说，他们记忆体要不够。那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我们明天花莲见。明天住花莲吗？明天住花莲。对。明天还是在台东玩，再说去花莲。嗯，好，走啦。